卡子似的慢慢一弄。好，切点儿肉片子，我就希望皮说都炸了，看就炸了，茄子也对，也大也大，你看这一切，那行。西瓜切成块儿，再切一点红萝卜，老于，那啥锅？滚到油，油燃复都到底，复都炸开后老吃的。葱姜八角放进去，再肉倒进去。你这鱼咋夹的没完没了的？肉炒的变颜色，给里面加一点料酒，酱油，给里面加一点火锅底料，红萝卜末儿倒进，胡椒也倒进。给里面放些调红盐，盐，给里面加水，扯哪是炒啥？西红柿炒蛋，那是普通话。哎呀，你老成大吃的玩意儿，那里高的帽子戴的。现在把西瓜倒进，肥条子也放进来，给它再上五六分钟，咱们弄点香菜去。盘碗你能吃完？你一顿能吃这些？走回家。也有呢。还有不要的。不要的，不要的，不要的，最后给你们放些蒜苗，吃个这西瓜菜，妹妹一哈，你问那西瓜卖是，弄西瓜人走着，你们上了我二块西瓜，这还好着，多吃肉去，多吃点儿，不管吃，多吃，哎呦，姐姐，西瓜好吃。
对，好了。几种虾？嗯。几种虾？今天要吃谁？吃完粉条鸡肉吃饭。那我怎么饿？吃饱，就能吃。有爸爸，有爸爸吗？有呀。这没有的哟。对。哎呦呦呦呦！妈呀，我爸爷爷都是闲着呀。我阿姨这是河北爷爷，河北爷爷。河北奶奶。哎呀妈呀！又来河北奶奶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我不吃棒子吧？我不吃骨髓的，我这。我吃饱了才照顾你。爷爷吃个，还给奶奶吃个嘞。完了，吃的饺子很，对，绵绵。嗯。